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我院受理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现决定于2009年8月12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特此通知请准时出席参加庭审。此致辩护人，那是辩护人签的字。被告人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以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主要证据是炮制了一篇题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这个文章。然后第二个罪行呢，就是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人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所以说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谭作人被公安机关党获归案。我当时我看到起诉书我就笑了，你知道吧，这跟我过去看的有的起诉书啊是一个水平的。我可能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这种起诉书是有失过格的。因为这个是明摆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肯定是开枪部队杀人部队，这个是迟早政府心里也非常明白。所以四川居然拿这样的罪名来惩罚谭作人，真的叫冲昏了头脑，真的叫不顾大局，不顾任何后果，根本拿不出手，绝对拿不出手。里面有什么内容？除了讲了一句六四之外，别的还是什么？那因为那个起诉书本身都不能够说明谭作人有罪，而且你们现在要定人家大罪。好，其他我只懂那些，不懂法律嘛。但是懂法律的人说啊，你看看上面还有我党。我说我党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怎么能够用上去啊？现在党政早就分家了，那个是独立办案的。你说我党就变成主体了，主体你去告他嘛。我是一个刑事专业律师，我代理过可能是100多桩这种刑事案件嘛，在这方面应该自认为可能还是有一些经验吧。所以说的话，即使是碰到一些所谓的大家认为比较公众认为可能是比较敏感的案件的话，我们也会有我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我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政治问题的话我们把它尽量把它法律化，法律问题的话我们把它技术化。然后我们中间那个人数啊那些就名单比艾薇瑞的要少一点，如果我发现我的名单比他的还要完整还要多一点的话，我就发给他。嗯，是这样的。哦，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合作的。对，这儿还有一个那次谭作人问我的时候说找他要的，这个图他给了好多人，就是那个龙脉龙死的，这是谁画的图？这都谭总画的，谭总这些是他画出来的，可能艾老师手里边有，有很多人那个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希望我给消息。根据最近研究的结果，也是一种意见。嗯，这个还就是有一些是谭作人自己加的吗？不一定，不一定他加。就是最近的研究的，没有隔川。你政府的东西你没拿出来，对吧？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说，在这样的天灾面前，任何设施都抵挡不住，所以说，所有的人就都没有责任。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大家所不认可的。对，没有。我们有证据，什么证据呢？录像资料。是吧？老百姓的这种供述，上访建设部专家和这种地质学家，方方面面的这种证明，谭作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个来呢，他这个有一个，虽然很短，但是很重要。学校倒塌的那个的现场钢筋很细，显然就是那个。他有这个，虽然很短。这个剧里面他也有这个法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嗯，这里面那么就这里面就又涉及到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那在到现在，它这个概念是不断的在变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政府，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暗卫未来，那就更好。暗卫未来最好。暗卫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暗卫一点事情都没有，而暗卫和谭主任他们各自做的没有交集。但是有过协助。有很短很少，至少很小很少。之所以很少，是因为老谭进去了。做好事，而受到了牢狱之灾还要审判他，这个确实对我来说我不理解。所以那天我去了，我最主要一个是朋友想看看他，因为我非常敬佩他，想看看他。另外一点，我就看一下我们的法律怎么样给这么一个环保人士定罪的，我想去看这个。今天早上起我就想到去看一下谭主任，看看他今天开庭吧。想起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很赞赏他的行为，我觉得他做得很对，我说我去表示一个公民的对他的支持。结果走到门口，几个警察就把我露出去，高矮也不准我去。哎，我要了解情况，我东说西说都不准，都不准。哎呀。回去之后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冉云飞，然后冉云飞说的是，我也刚刚从派出所出来，然后在家里头，哦，我说的好像陈云飞也被警车带走了，到目前为止我就晓得是我冉云飞还有陈云飞被控制了。各位，内地杂志主编谭作人被控在六四事件上撰文歪曲和诽谤中央，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成都开审，辩方的三个证人全部不准出庭。本台正在成都准备采访这件案件的采访队，朝早被警察以怀疑有违禁品和毒品为理由上门搜查，扣留大约6个钟头。由吴志金报道。